I can stand that you might be in someone's bed with some that you just met all over you. You can't breathe when your eyes are fixed on me. No, you think that I don't see it, but I do. Your body keeps me awake, but I say nothing, and you say nothing. I give it all for a taste. 大家好，这里是泰国华轩，我是老徐。今天带朋友们看一套和我家一样的房子，这是一个样板间，咱们往里一走走。哎，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上来就有一小宠物，放了吧。哎呀，小刀了！哎呦，快飞，快飞！来，从这儿进门。进来之后呢，这是一个客厅，这边是电视和沙发。左边呢是开放式的厨房，这有一个大的餐台，餐台有一个，这个水槽跟我们家是一样的，这个结构跟我们家是一模一样，这个水槽挺实用的，洗完碗能搁边上，也是一个电陶炉，四个眼的。这边是镶嵌的微波炉跟烤箱，这个烤箱容积也是挺大的。这个地儿是一个洗碗机，德国海弗勒的。这洗碗机我都没用过，住两年了一次都没用过。先来这边这个卧室，这是主卧，主卧是一个1.8米的大床，完了可以看到泳池，这边有两组柜子，这里面是卫生间，这是淋浴和浴缸在一起，哦，反了。这边是一个双的洗脸盆，完底下有几个抽屉，底下还有储物空间。下面这几个窗户打开之后，这个屋就是通透性特别好。有个园丁在剪草呢，完了去次卧看看，还有两个次卧。先来这个，这应该是最小的一个房间，这是1.5米的床，也是配一个梳妆台，配一个柜子。对面是中间那个房子，这个房子视线不错，能看见外面的草地。哇，这屋是红色系的，哎，看着还挺喜庆啊。柜子和那屋一样，一个更衣柜，一个梳妆台。
这个卫生间是两个卧室可以共用的一个卫生间。采光还不错，是单独的一个洗脸盆，品牌也都是德国海富勒的，包括五金件、门把手，全是这个牌子，他们估计统一采购的。出来，它隔壁呢是一个洗衣房，配了一个8公斤的 LG 的洗衣机，上面有一点储物空间。啊，这边呢同样有一个水槽，现在咱们出去看看它外面的两个凉亭。这个凉亭是个6人的一个餐桌，这边是一个外面的开放的厨房，这边有一个水槽，完了有一个大的那个，这是燃气的一个烧烤炉，好看不实用，我们家那现在都不怎么用了，这么大。收拾起来特别难收拾，看着还挺好看，就是用着不行。这边就是泳池，这个泳池4米乘以9米5。这边有两个躺椅。来看看这边这个凉亭吧，这边这个凉亭也是配了一组沙发，这种沙发藤子的这种沙发在里边特别贵，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家具在里边的特别贵，离谱贵的。从这儿过来，这边有一个小房子，小房子是一个游完泳的一个室外的淋浴。左手边是游泳池的过滤系统，泵房。这个是一个室外的卫生间，看看开着呢吗？锁着呢，这里头就是。有一个洗脸盆，一个马桶，很简单。这边是它的储水罐，两个2000升的储水系统。这个院子大约在600多平米，房屋的套内面积在170。感觉怎么样？它装了一个电动的遮阳帘儿。今天那个园丁小哥哥在这儿干活呢。从这边走过来，这边还有一片草地。这个出来就是一个停车位，这个车位只能停一个大车吧，皮卡车就停一个吧。这就是这院的基本情况。就拍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得劲儿。